8月2日，有网友晒出一组偶遇张翰现身某机场的照片，照片中张翰身穿衬衫搭配白色裤子，面架黑超，新范十足。张翰一现身机场就获妹子一路的跟拍，人气爆棚。他面对粉丝们面带微笑，亲和力十足。午休镜头下的张翰长腿十分吸睛。之前张翰的工作室晒出了一组张翰手办的照片，还配完衬，趁着老板爱的张翰出差，我们皮一下。网友们看到后纷纷留言调侃说道，偷偷问一下，每天看到这么多手办什么感觉？胆子肥了啊，感动大哥的手办，小心大哥出差回来把你们变成手办。可以看出这个手办并不是那天张翰晒出的那三个中的其中一个，工作人员们还把包包布巾都搭在手办的胳膊上，画面非常的搞笑，真的是皮一下很开心了。其中一张是张翰和手办的合影，张翰身着一袭黑衣，戴着眼镜，双手插兜，十分酷帅。此照片可以看出张翰是素颜出镜，真的是有颜任性啊。